拍手一遍来赞美主，一边拍手一边来赞美我们的主。上帝会大大的赐福中国，让我们不但在经济，在各一个领域的里面都会不断的复兴。有一天，我们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。我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、政治大国，我们更要成为宣教大国。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、荣耀、充满恩典、丰富要临到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每一位我们都会要一起来见证这伟大的时刻。我在讲，我们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，你都会来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的来到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活在这一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我们看见上帝要最荣耀、最大工作的时代就在我们这个时代。过去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